今集深圳一日游，带大家经罗湖翻深圳，去东门老街食好嘢同埋买嘢。去罗湖帆楼嗰度饮翻餐茶，一盅两件先。去喜茶饮翻杯新品豪黑梅霜，平香港10蚊鸡噶。去东门梗系要配翻副眼镜啦，99蚊就有一副老花镜，仲有渐进镜优惠啊！梗系要买埋糕点啦，咁今晚嘅宵夜同埋听日嘅下午茶先有着落噶嘛。晚餐食埋客家小厨华梅，激死我啊！唔记得咗用大众点评代金券，全单半价噶嘛。食翻只招牌盐蒸鸡，我最中意嘅家乡蛋角煲。一齐同我玩转深圳东门老街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域他。今日咧就带大家经罗湖翻深圳，最主要系因为我今日想去东门老街啊。之前咧，其实我翻深圳比较多去东门嗰边嘅，咁因为疫情之后开咗好多大商场啦，咁我就会比较偏向去啲商场嘅。而因为今日有任务啦，咁所以我就去东门嗰边。去到大榄转车站咧，咁就转279X 就可以去到上水站，就转火车去罗湖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就翻罗湖上深圳。我哋今日第一站就去佳宁拿广场度饮个茶先，之后就再去东门老街嗰边配眼镜。出咗嚟啦，咁我哋而家就往人民南路方向去佳宁拿广场帆楼饮个茶先。出咗罗湖之后咧，沿住人民南路行大概8分钟就可以去到佳宁拿，咁就可以去帆楼饮茶噶啦。帆楼咧已经连续5年蝉联咗大众点评嘅必食榜啊，其实今次都系我第二次过嚟饮茶噶啦。今日饮菊花加普洱菊普，啱啱阿哥仔好好啊，帮我哋洗咗茶啊！呢个系香脆明虾红米肠啊，我就嗌咗半份啊，炸嘅嘢唔好食咁多啊吓！呢个好好食啊，呢个一定要嗌呢个啊！哇，好大碟金银蒜陈村粉啊！哇，你唔好睇呢个金银蒜，佢乜肉都冇啊，真系香到不得了啊！个陈村粉咧劲滑咯，暂时样样都好好啊！哇，5个啊，有5个啊，呢个系翡翠蜜汁脆皮包，真系叉烧包嚟噶入边。佢入面是墨鱼饺嚟噶，墨鱼嚟噶，嚟到就食晒。呢个系皖鱼啊，好皖鱼。哦，好谢谢。凉拌脆雕鲜鱼片啊，皖鱼嚟噶，好脆噶，不过就辣咁啲咯。大家如果怕辣嘅话，要小心啲食。猪引粥，哇，好多块猪引喎！头先我见到夹上嚟都有冇7-8块啊？有7-8块猪润啊！你呢度记得啊，大众点评嗰度有送豆腐花啊，要打卡同埋收藏。都老实同大家讲啦，呢间都系一间几红嘅店嚟噶。大家如果喺罗湖嘅时候，最好已经去微信小程序攞定个位啦。嚟到就唔使等啦嘛。落翻嚟人民南路啦，咁我哋就去国贸站嗰度搭1个站去东门老街。嚟到东门老街站啦，咁我哋就去 A 出口，咁就去中威眼镜食。喺老街嘅地铁 A 出口出嚟最快啊！过咗桥底啊，见唔见到中威眼镜城啊？最远红色嗰块直牌啊！见到奈雪的茶啦，咁隔篱就系中威眼镜城。
成棟大樓啊，三四五六都是眼鏡城嚟噶。今天我哋就去四樓，嚟到中威廣場的正門入口啊，上呢度電梯上到去四樓，電梯上嚟，行過嚟呢度，咁就可以見到一視眼鏡噶啦。咁好多人都問我點解要翻深圳配眼鏡啦？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咧幾個國際品牌，譬如開雅、彩絲、羅敦斯德咧，喺香港個價錢都真係非常貴啊！正廠正貨喺深圳配折扣力度都幾大噶。點解今日會揀一視眼鏡呢？係因為我知道咧，豬豬係攞咗國家認可嘅高級驗光師資格噶。幫我驗眼嗰個驗光師咧，佢係拎咗國家職業教育中心認證高級師證噶。佢本身已經咧有10年嘅經驗咯，所以我都覺得比較安心啊。我自己咧配眼鏡其實好注重驗眼嗰個人佢嘅資歷同埋經驗噶。正如我剛才所說，在香港很普遍的眼鏡片開雅、彩絲和羅敦斯德在這裡都有得配的，記得留意有沒有正廠正貨的授權證書啊。家人呢今天本身就想配一個老花鏡看報紙和手機啦，他們就在做一個套餐，就是99元連框的。老花鏡有個防蓝光鏡，我們現在有個套餐有喎，套餐價呢，現在普通餐價是99元嘅喎。99元咁平？99元是不是包埋框㗎啦？係啦，成個框。我要嘅眼鏡咧，最緊要嗰個框要輕嘅。係啊，有㗎，都有㗎。有埋個蓝光嘅，咁你而家係對手機啦。係啊，係啊。睇報紙咯，睇報紙。係啊，睇報紙睇手機咯。睇手機睇報紙係。係啦，就係睇得唔係好清楚啦。咁你可以做個防藍光嘅套餐啦，我哋而家係有優惠價，99元一套。跟住咧，其實我媽媽啱啱咧就做完一個白內障手術啦。其實佢本身咧因為白內障嗰個手術做完之後，醫生話佢個老花都會繼續喺度噶。但係佢成日同我講話隻眼會好攰啊。咁我想問，如果佢嗰個年紀老人家應該配啲乜嘢嘅鏡片會比較好啊？咁你媽媽咧係咪睇遠又需要，睇近又需要咧？一定係啦！佢成日就話戴完個老花鏡之後就望唔到遠嘢咯。係啊，咁啊可以配我哋呢個係漸進啦。係。又可以睇近啦，又可以睇遠嘅。其實我爸爸咧都配過漸進鏡噶，喺香港，好記得嗰次係2800元。咁喺呢一度咧，國際大牌啦，進口嘅漸進鏡咧，連埋框都只需要690元咋。我今次上嚟之前咧，其實已經諗好咗要配德國嘅羅敦斯德鏡片噶啦，因為我知道呢一度嘅價錢係平過香港實在太多啦。剪片多啦，我對電腦對得都幾犀利嘅。如果即係好似我呢啲對電腦或者一啲上班族咧，影即係用啲乜嘢嘅鏡片會比較好啲啊？咁你可以做啊呢個防藍光啦，咁你係剪片啊嘛，係咪？係啊係啊。藍光定鏡片咧可以配呢個單光鏡，剪片多啊嘛。係啊。對電腦咧，你睇下呢個對電腦係比較好嘅。嗯。所以又有防光線咧，佢都係擋住嘅。這本呢本其實就是原廠手冊來的，你看到的價錢和在香港基本上是一樣的。我上一次配的時候拗它呢就給了個9折我啦，今天上到來的折扣就當然大很多啦，還要免費送埋個鈣金屬框，真的很值。因為呢我試過很多副眼鏡呢，如果太圓呢戴到我個樣好蠢啊，所以我想揀啲方鏡咯。你可以揀呢啲方鏡，唔知你中唔中意？呢啲都會輕啲。哦，哇，可以踢波啊！我覺得呢個係風琴比嚟嘅，呢個比好特別㗎啦。嚇，呢個可以咁樣乜嘅？哦，我試下呢個先。同埋咧，佢冇下邊個框咧，係應該輕啲啊。係半框嚟㗎。半框會再輕啲咯。因為我自己想揀副輕啲啊，咁我都揀咗副鈣金屬嘅，同埋半框咯，咁就方便我喺屋企做嘢嗰陣時舒服啲。
哎呀，店主好好啊，提醒我啊，除咗 con 之后呢，二晚要等十分钟㗎，如果唔系唔准确㗎。我第一次听咯，平时我喺香港呢系一除咗之后即刻配咯。咁要坐一阵啊。我真系冇諗过去到我呢个年纪呢，近视都仲会加深。我的左眼加深了75度，我想我真的剪片对电脑太多了，所以我今次一定要配一个有防蓝光的镜片，好嬲啊。用仪器来测试完我大概的近视度数之后呢，咁猪猪就帮我戴上眼镜啦，配不同的镜片，看下镜片的度数去到几多就最适合我。我由细到大的习惯都不会配到最啱啱好的，我通常都会降25度啦。咁我都有问猪猪咁 O 唔 OK 啦，咁佢都话 OK 冇问题嘅。我副近视镜咧系今日可以即刻拎嘅，咁就大概2个钟头之后翻嚟咯。咁豬豬咧，你都聽到啦，佢嘅廣東話好好噶，同埋佢個人咧都比較細心同埋有耐性啊，溝通方面絕對冇問題噶。一視眼鏡咧位於4樓嘅434號鋪，有問題可以加翻豬豬微信問多啲噶，接受香港支付寶付款嘅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去飲翻杯喜茶，同埋買啲糕點做手信啦。配完眼镜，我哋而家就去饮翻杯喜茶先，行翻出嚟。呢一杯咧，我见到香港都有噶，咁深圳都有啦，但系好得意噶，深圳个价钱系平好多噶咯。咁我哋今日我个 friend 试啊，因为你知道我唔饮冰沙，唔饮冻嘢噶嘛，咁佢试一试一间，睇下好唔好味先。我就飲熱飲啦，咁我就飲而家深圳好興嘅水牛乳，但系就雙拼抹茶咯。咁話要等23分鐘啊！咁就有廣西牧場水牛乳啦、抹茶啦、黑糖波波定制水牛乳冻，哇，幾複雜啊！明明頭先話好飽噶啦，但系我仲好似嗌個甜品落去食咁樣咯。19蚊啫喎，咁多嘢食，哇，好有型喎！呢只杯咩味嘅咧？頭先我問過佢哋啦，話覺得好似食緊糖咁啊，但係佢咧係聲稱佢自己係冇落任何味精糖精嘅喎。哎，飲下我呢杯先，睇下好唔好味先。咦？佢真係有抹茶嗰種苦苦地嘅喎。其實我成日覺得飲抹茶係要有苦苦地先似噶嘛。我上次去京都都係咁啦。哇，好真材實料啊！嗯，跟住咧有啲布甸有乜嘢啦，有啲豬豬，幾好味喎呢個。我哋而家就去太陽百貨1樓嘅蘇大興睇下啲糕點，點可以唔買啲糕點走啊？哇！喺奈雪的茶入嚟咧，第一间就系苏大兴啦，超多人买咯。佢伯下有咩买先？屋企人有人好中意食红豆啊，仲要系酥饼，买2个先呢、這个。哇！呢啲头条糕、红豆头条糕同埋黑芝麻都有喎、啊。成个深圳咧都喺度买贝贝啊，咁大个嘅呢啲。有海苔肉松啦、啊，蟹黄肉松，柠檬，哇，好多喎、啊！朱古力，大据我所知就系紫菜最好食。我好中意食蛋卷嘅，试下先，11.8袋。我真系好中意深圳啲师傅系即场做啊，好正喎、啊！入面有芝士噶。呢、這个就系16.9，250克，唔知一嚿几钱？猫耳酥啊，雪 Q 酥啊，一袋袋咁样计咯。手工蛋挞4.5一个，芝士一口挞，10蚊3个。我好中意食麻薯噶，我今日想试下呢个
芋泥流沙泡芙，好中意食麻薯，跟住试泡芙咯。买咗一大堆25.8啊！苏大兴今日同听日嘅下午茶咯，诶，今日已经过咗下午啦，今晚嘅宵夜同埋听日嘅下午茶。今日嚟到1234 Space 食呢个客家菜叫做华梅啊，上一次都已经食过一间叫做客鱼啊，睇下有咩分别先。但系佢哋都好似用呢个盐蒸鸡同埋呢个嘅客家酿豆腐嚟做招牌噶。呢度都好流行，都系大家可以睇到厨房嘅情况，咁啊食得更加安心啦。睇下我今日嗌咗啲咩先，我今日嗌咗黄瓜花滚香爆猪颈肉、梅苑炒鱼散粉、干烧农家花椰菜，我最中意食花椰菜啊，跟住手工蛋焗煲同埋呢个招牌盐蒸鸡，记住、哦、要收茶位嘅、哦，每位5蚊落单先。呢个就系客家盐蒸鸡啦。我覺得個份量望落去唔知係咪因為呢個煲細啲咧，會比客魚大少少。但係咧，你睇下佢係用蒸嘅方法喎，咁佢就會比較多湯汁啊。深圳咧啲雞咧真係好養懶人噶，又係手撕雞嚟噶。我上一次咧，基本上我呢幾次食啊嚇，都係手撕雞嚟噶。我咁下骨嘅人咧就好好咯，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咧？嗯，啊，佢个盐香好好味啊！个鸡咧，因为可能我个鸡胸啊就未算好滑，减翻啲鸡髀肉应该会滑。我好想试下嗰啖汤，等我试啖汤先。哇！嗰、那个汤系一个鸡汤嚟噶，一定要饮一啖啊！同鸡汤系完全冇分别，但系佢唔油腻噶、哦。今日见到有手工蛋焗煲啊，我好中意食蛋焗噶。以前咧新年咧，屋企人咧煮宁波菜啊，好多时都有蛋焗噶。但系咧屋企人而家好少整啦，因为其实系几辛苦啊！你整成20多人嘅菜系咪？咁我今日就食下个蛋焗先，滗一嚿蛋焗试下先。大家个底有啲咩？哦，仲有萝卜，白萝卜嘅个底系，唔知个汤甜唔甜咧？我唔理噶啦，我见到汤型嘅物体，我全部都会饮一啖。哇！蛋焗汤咧，通常入面咧都系包猪肉噶，我谂呢度都系。嗯，我食到家乡嘅味道，入面真系猪肉嚟啊，好香！自己整都几麻烦噶，上嚟食啦。呢个系梅苑炒鱼散粉啊，米粉咧系相对咧其他嘅粉咧相对健康噶。系唔会黐埋一嚿嘅喎，你知啦，炒米粉好容易黐埋噶嘛，超香，唔会好油腻，几好。我知道点解会咁香啊，因为我咬到姜粒啊，佢有啲好细粒、好细粒嘅姜粒，你唔会觉得辣嘅，但系咧就令到成兜粉咧好香。叫做黄瓜花滚香爆猪颈肉啊，因为想加多个肉啊。這些呢啲咧應該就係黃瓜花，好得意喎！因為你咬落去真係有黃瓜嘅感覺㗎，因為真係好得意。我成日好中意翻大陸咧食咧呢啲咧，你喺香港比較難食到嘅菜啊，好得意啊！香港我食嚟食去菜心白菜好好渣啊，西蘭花。白色輪腸。哇！咁多豬頸肉嘅呢度，試下先。因為我原來食到嚿菇啊，
呢嚿都係菇嚟㗎，哇！仲好，我中意多菇少肉啊。呢嚿就係豬頸肉啦，哇！啲菇好香。嗯。豬頸肉就梗係好味啦。菜就到齊啦。哇呼！開餐啦！三個人吃了238元，記住去大眾點評買翻個代金券啊，22.5元可以代到50元，成餐飯超過半價咯。我唔記得咗用啊，我啲嬲啊而家。1234 space 有一間鋪頭好得意嘅，佢叫做好特賣啊。你睇下入邊啲嘢可以平成點，我哋入去望下。Ely 呢個滴漏咖啡咧，我之前都飲過，都幾好味嘅。我喺香港買40元五包，呢度係17元人仔五包，好抵咯！我想講呢、這個過呆佛 signature 嘅系列咧，我有啲中意食嘅，因為佢係獨立包裝一條條啊。喺香港咧，你喺惠康睇到咧，應該要40元，咁呢度就23.9元人仔咯。唔好意思嚇，我嘅畫面裏邊竟然出現咗。呢啲因為實在係太平啦，佢係 Loria 噶，你睇下係7.5元同埋6.5元八塊，大家可以嚟尋下寶啊！細節牙膏、洗衣珠都有，漱口水啊，見唔見到 Nonio 啊？23.8元就係咁，大家迷失咗喺一個特價嘅海裡面，經過嘅可以嚟尋下寶啊！今晚翻嚟食。宵夜，我竟然而家食一个忌廉芋泥泡芙落去咯，我哋而家睇下点嘅先。而家系夜晚黑，仲有3至就12点啦。我而家要食一个忌廉芋泥泡芙落去，系冇劲，真系翻身深圳，一日食4餐，哇，佢涌出嚟。哇！佢面頭咧有啲脆糖啊！你睇下，啲芋泥多到深圳啲芋泥甜品咧，真係唔會慳嘅。哇，好食啊！我諗現場食仲好食，因為而家啲腍啦，所以我成日都話唔建議啲糕點咧擺過隔夜啊。哇，呢個好食，好變態。我記得好似6.5元7元，正個價錢我加翻喺節目，不得了！上面係咪鹹蛋黃嚟嗰個？應該係。好多謝你又陪我玩咗一日啦！如果你都中意我嘅片嘅話，麻煩你俾個讚我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如果可以留個言俾我，我就更加開心啦！下集見，多謝你。